这个问题大了，这都瞎搞了，九月份怎么能给他退？网站也没保，保那么久的。他没有看清楚消息，太忙了，乱回了。这个你要看一下，这些东西说出的话要负责。对，所以我说这个东西要拿什么？看他退啥呀？给他给你截图，然后他评价就。